一个这么讨厌数学的人，怎么会被调剂到应用数学专业啊？这位同学，您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叶安安。恭喜你啊，光荣的最后一名。叶安安，我来解决你。数学太变态了。我就是数学。你是被我召唤出来的？学科制令逼人类好学的执念而生。这几天你住在我家，把学习进度追赶上了。不是，我还有个题没做呢。我现在觉得学函数真幸福。我喜欢的人是你，拉手了，肯定表白了。我警告你，他是我的人。你就真的不好奇他会选谁吗？只要我够努力，你就会喜欢我，对不对？喜欢是什么样的感觉？数学大人，谢谢你的出现。你刚刚还亲了我，现在又逼我学习。快背。